家是给钱，懂吗？你比较漂亮。唔免啦，唔免啦，即马无你见证啊，即马用你头壳啦，头壳较要紧啦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去看啦，帮咱较去看。啊，你若还袂出者，赶紧出者啦！我甲你拜托你几下拜去出者，赶紧啊！啊不，几下无出者，叫你的后生甲你出嘛，即等等你又无要出，死狗吼！去认命的时阵，若无出者，我袂当做你麻烦，我甲你讲，去出者啦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啊，袂出者，遮手我嘛。叫你的后生啊，有一百块无？有无？有一百块无？有啊！叫你的后生，但一百块无够，五百块啦。我来，我来。你要怎？你要钱要赚啦？五百块呀，你该出钱。对呀，过来，高阳酒啊，啊，高阳酒你举办说明会啊，阮人袂当，无，不可能会参加宣传车巡回市区各地啊。但是，若拄到有关公约看病，还是举牌警告，安那要哪验务，啊要向上联络，啊，关我这个解围清楚事，了清楚。有警察甲你动，还是甲你发，随卡来互我，我是24小时开机。台南州叫迄个警察甲查起来，你是拄我朋友，甲伊抓去派出所，我卡电话互我，我讲你甲讲，因为伊那边在，伊那边在。我去面谈，你甲讲，等下咱个律师就到，啊，你先去接吧。我接无，等下讲伊所长怎啊？所长安那甲讲的？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办，啊，莫名其妙。啊，是干哪呢？哪卡？诶，派出所嘛呢？哦，你叫他们五人规呢？咱只啊，你个派出所呢？所长一个等啊。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没有事，没有事。台湾民政府呢，还是美国军事政府的牌呢？你敢甲取缔？你有歪面啊！我甲你讲，伊毋是戆人啊！你有法拜伊报到顶面，啥物事？你讲台湾要发财啊？台湾嘛未转世界，嘛未转台湾，每一个地方未来，你放心啦。啊，老大有拜吼，我手机二十四小时通，但是拜托，到点以后卖唔到。袂啦，袂九点，你从九点你出来，我好歹势。九点以前哦，已经太等来啦，好唔好？我九点卖搞茶饮哦，我早前卖出单，我四点五点卖起，我含去方便哦，啊，所以我较早，好唔好？好。加强初级甲高级班的学员的互相的联络，今日无人通知我，好，当然嘛不一定通知你，咱通知一摆尔。后抓另外一摆，搁后抓搁另外一摆，分批啦。你若我早一摆，咱两七摆，高州两七摆，我拢来，我是要来甲你讲话。但是今日我通答无着你，我这边就是我要听你下面人意见。你若写起来，我就甲你回答，是要听大家意见，是我要听。所以吼，你无这个东西是应当的，但是我甲你保证，不是这边，不是后边，是你清楚的内底一定接着落。哎，好冇？好。我今朝做这件事情嘛，你名是代表未到过。那事情名你还有？我的房子9月25号要被拆掉，之前8月20号拍卖我家产的详细执行，但因为我提起异议之事嘛，提供3个礼拜但过期而停止啊。但是拆屋完毕啊，但过期那420万，非我能力所及啊。啊，我就是讲挂这个 USMP 跟 USA。并这个申请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顺序符合事实相符啦。我从来毋捌甲你讲你申请这个做身份证会受到麻烦，但是我有甲你讲过，我有处理三件拢会使，迄会使是因为伊是阮时代的厝。所以呢，今日咱叫做执政的权利，咱无这个做执政的权利，无政权啦，无政权呢，你若要后摆要越当这个土公的来甲你进行比较协助下，啊，遐协助以后你甲留咧。老雷孙，咱若进行，我讲真紧，我估计啊，像一两年内底啊，应该是不会超过2年啊，我们会执政。咱若执政的时阵啊，才叫你做工作。而且呢，若中华民国你听，我叫伊回你两回，上甲你听，我去听伊倒会出来骗，你好无？你即摆你无可能，你无可能，你无那个公权力，我们没有公权力啊，没有公权力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卖讲我，我来挂你讲，你甲 USA 一样，你袂当。
老虎，不一定。哦，爱看者，但是你若准日本时代的土地来到今日叫的机会阵哦，我会当替你写着。啊，若不是歹势，伊要依法，伊要照伊的法律要做的阵啊，你也会用，但是你家己考起来，啊，后摆再来讨公道，对不对？在网络上，因为蔡英文主席啊，去跟我钓鱼台下，不得阿来加入日本政府是日本钱哦，后来钓鱼台是日本钱哦，但是日本政府托管。即摆日本政府是自治政府，含台湾后摆的民政府是自治政府，完全一样，哦，完全一样，安尼就清楚啊，清楚啊，好。新进新闻节目嘛，真有个人诶，听这个资料外泄如何回答？各位，那资料我甲你保证，100%袂外泄，所有资料咱只能用电脑管理哦。迄个十个人诶。咱的员工啊，拢伫迄内底啊，输入的物件绝对袂叫任何人去偷窃，啊，你放心，绝对袂外泄。那你感觉有外泄，请你甲我打，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，绝对袂外泄，非常的清楚。到今日为止，这久啊，年花嘛，变两年，年花嘛，对不对？年花，到有啥物偷来叫外泄？哎，你卖吼，杞人忧天啊，啊，卖代志啊，甲顾甲一大堆，啊，到有诶，就讲啥物件？无影诶，代志卖讲哦，卖讲。民政府啥物时阵要伫电视顶面宣传？好，我问一下咱民政府要宣传就是即卖先拍片，拍片诶，伊诶 USN 伊诶 NCC 啊，伊讲要检查，哦，啊要检查咧，互伊检查了去。但是呢，伫即个伫要拍出来以前哦，就是因为伊要检查，所以我甲伊讲，我下要搁检查麻烦啦，啊你无你帮忙啦，搁停过出来，啊所以咪讲。我无讲啊，迄个人讲的吼，讲要填补怎吼，填补来开出是几千万的，人毛大个，咱即摆够用，够用即摆有法的嘛，伊即摆坐两人，真哦，啊有钱了，咱即个课就要认真啦，互你先看吼，啊恁人点出来就好知啦，啊，啊即个呢，后摆看是电脑部，中华民国党报嘛，吼，苹果日报。中国时报拢会做代志，大家拢看。啊，那安尼，在是不管啥物人啊，我没有看到，这拢是真的啦。头半年我没有看到，我明白。所以呐，我没有看到，你卖啥物？后来，美国进入总统选举，那不是奥巴马连任，安尼面进入，也是这个千万人数啊，台湾地位正常啊，啥物人来回答？同意。就是你连署通过啦，嘛不一定有效。你唔知嘛？连署通过嘛不一定有效咧。迄连署的意思是啥？因为你这个网站放伫奥巴马美国国家的网站，互全世界人去看，互因知讲台湾的问题，咱台湾就不听。所以就是奥巴马当选，还是奥巴马嘛无当选，是这个共和党当选，是不是马上解决有问题？爱靠哪？要靠多？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所在，司法、立法、甲这个啥行政。咱即爿行政国务院对咱管理足歹，甲咱定条条。咱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做，所以韩国妈妈手机都捌来看咱两摆。哦，第二摆甲我讲哦，好啦，你卖阁做啦，阮阁要你选举啦，你小条命，互伊选啦，就无方便啥。你爱啥就啥，伊即爿做国务院甲这国防部中间伊开会。讲迄个吹波打球的，就是要求你讲美国军事政府啊，你发了要求的这个旅行证件啊，赶快的证件啊，我估计年底以前咱会摕到，咱即摆50天已经送过去啊，那这50人摕到，咱民政府所有人就马上摕到，安好无？这就欢喜啦，真正大家就欢喜。网络人数啊，程序复杂，袂啊。很简单啊，但是我甲你写中文，写一文，甲你讲安那连署啊。你去咱的网站甲看，甲你讲安那连署，啊，你照伊的程序，一字一字甲看，叫你的后生帮忙啦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哎，受过训，你拢无去连署哦，不好呢。爱去连署啦，名爱到顶悬啦。美国阿爸就甲你点，你讲你爱台湾，你过去你爱台，你也无连署啊。伊会甲你看咧，你看咱这边好无？这边我来分享最清楚好无？日本人几个人？咱的下关几个人？美国人几个人？连署，我写个清清楚楚嘞，迄
规拍规拍，你去我咱个网站，我开车出钱了，美国嘛搞翻安全些，吼、哦。所以即个大家吼，会复杂啦，很简单啦，真正很简单啦。啊，给你讲，过段刊登的是民政府的广告，字体太小。他说过段一天两年，我去写收偌钱，写两字多啊，我高兴啊。啊，写理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你卖讲讲字细了吧？字细字多拢开遐侪钱啦。啊，若字真细哦，大大看啦，放大镜摕来看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拜托的，拜托的。太高起来，字体太小了，字体太小就可以拍五百万啦。啊，那字体太大，拍了几千万，拍钱哦，拍了就是这样。得放大镜去看，我都看的，我挂完的，我看的，那就应该。我想你看人看好在，拢看好在。啊，啊，那无拜托放大镜哦。再来第三，利用机车是脚踏车的，这个叫做机动线嘛，来做这个广告宣传，可能性的研究。我知影你有咧有咧创啊！我看过啊，迄个车内底美国旗、占领旗、呾民政府，我甲你讲，你若要创这哦，你也有四种。咱个标准就是咱即摆伫脑海个迄支四支啦，哎，顺序真要紧哦，迄个顺序啊。美国旗、占领旗、日本旗、台湾民政府旗，爱照这个顺序。你若叫是讲哦，咱乌白白呢，迄种有人来指导个，我讲一摆。对吧？美国旗、占领旗，啊，这是中央政府的迄个标志啦。啊，日本旗，啊，这个哪？这个民政府旗。啊，中央这就是咱的中央的迄个标志啦。咱高雄市有高雄市的标志，吼、哦。你看你开会的时阵啊，都爱一定爱安那，开一遍会了后啊，内阁总理阁跟中央参议会内阁。高翔一雄啊，都取得法人的资格，有取得法人资格，你就有机会高堂来请。好清楚，啊，有人讲哦，啊，经理无搞摆你内底啊，我叫你啊热心啊，我紧。咱家过节的团队叫啥？南部先达，这人好给了，你一下叫大话。咱的福利会来帮忙嘛，福利会，查甫在拍啦，查甫袂当参加啦，查甫袂当，福利会哦，伊咱中央内底有一间办公室的，居然啦，女人是半边天，像半边天梯呢，所以呢，这个也做咱尊教美国的支持哦。福利会要爱好一间办公室，因为一半嘛，台湾的一半是查某的，对不对？一边干呢，是啊，这查甫拢常常，可见吼，这查甫拢足温顺的吼，对太太拢恁家靠道一份，好女人有一间迄个办公室好不好？好。差不多，刚刚你们都常常啊，哎。请问黑熊部队何时有进一步的训练？快进来！第一大队成立啊，即马第二大队开始啊，35岁以下的查甫甲查某向酋长报名，向这个做团长变报名，向迄总会这个做福利会总会会长报名。第二大队嘛是共款100名甲120名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甲你讲啊，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甚至台独的。拢有渗透你来滴，我紧，咱无你惊人渗透。做你来，你只个要来做教会啊，或要来做啥物话，迄拢不要紧，记起哩。我讲的话我遵守，绝对不要紧，因为咱论述是正确，毋免惊人甲你渗透，渗透袂入去啦。愈渗透后摆，是安那查着，你就妥妥妥，我甲你讲。咱有当时啊，中央报讲这人要做主管嘛，袂准，迄拢有原因的。到即摆为止，我有4个人报名做。哦，我要讲啥物人？啊，有一个姓孙，一个姓陈，我先讲安尼。哦，因为即我照着伊方面来讲，4个人报名，啊，报无出来，我就直接甲你任命做中央派系的会员。哦，你知影无？中央派系我号召啊，现主席啊，进村还可以当中无？听下来未？你即摆咱的号召袂摕着啊？佮暂时爱用下中华民国号召，
那边印度，印度诶，印度这个国家嘛足搞怪，要签证吼，啊，到即摆印度去了，去德兰沙啦，还佫签证呢。但是咱这边是国宾啊，但是国家对国家，哦，民政府对这个啊，做印度，迄个西藏的流亡政府啊，但是国家对国家哦，所以咱用集体签证。啊，你咱是讲咱是政府官嘛，代表是政府官，所以所有诶这参加诶拢有西藏。我也无啊，希望一切一定爱听指挥，免得无袂走。咱若讲变安怎，你就安怎，你免得无袂。咱这边飞机嘛无，飞机超过八天，啊，八天到了年纪，啊，有少无？少，有安怎无声呢？坐六座呢？台北飞到香港，香港飞到新德里，新德里飞到德兰沙拉，啊，倒转来安尼，安尼几座？六座呢？交三万块有够吗？哦，敢那机票都无够啦。阿咩啊？台湾民政府补助。上台啊！我想我无人去。我想我安尼，有三万块啦。我大概那安尼，起码十二人够啦。呀，我想一个报名，我无十二人。我动来，我十二张倒贴150,000，啊，无要紧。我你若去印度的，你就爱去日本；啊，若无去日本的，你三万块会无？啊，有合理无？有。大声嘞，拜托下。有合理无？有。你若去印度去无，敢去日本哦？你个三万块会无？啊，过来吼。啊，去日本你嘛爱去需要中华民国来转来，啊，那边接着借款啊，接着就免啊。对，小孩的妈妈给人抚养，小孩的妈妈给人抚养，妈妈好抚养。小孩的妈妈给人抚养，你当然上面两口上面两抚养。小孩的妈妈小时候给人家抚养啊。哦，小孩的妈妈小时候给人家妈妈给人家抚养，我把小孩的妈妈给人家抚养。办理身份证却无法申办，乡公所刁难小孩子相片已拍，奶奶要帮小孩子办身份证，要如何处理？这是找酒店啦，这才开始。我不同意啦，这问题找酒店啦，酒店我来讲安怎解决，这个是问题啦吼。啊，这互酒店去解决，这是可以。你酒店接不接？要解决啦，要报警。酒店报警，报完的人再报警，过来。电视的宣传啊，何时可上电视？哎，我估计啦吼，咱即摆头前拍差不多八集到十集，十二集的时候吼，要上线。啊，上线以后就无问题啊，因为钱咱有嘛，你电视内面的钱嘛，福利嘛，福利要偌济嘛，但你心态要好。啊，若心态袂好，再来告状。啊，现主持呢，先去无好，安慰心态，先卖急啦。即摆大家吼，足害的。你先我知影，我生一个囝，敢若亲像飞机路有计划去偷工啦吼，财政经济一直拢是倾向中国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是毋是台湾民众若准收完啦，也是即个生命财产的话，台湾的民众啊，是毋是会是否会变成国较贪啦？安尼会影响会互即个中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国以前呢吸引台民啊，还是因为太贫穷啊，民众会倾向共产党的主义。各位，咱有前景，你做。台湾民政府呢，即台湾人若要侵占中国啊，咱家己找死咯。但是美国绝对袂答应我，互恁台湾人侵占中国。因此，美国民政府甲我讲，我后摆即条政权以后，我袂当入着，我家己咱去嘛国家安全的产品来消费。我嘛去为啥？爱保证台湾的路爱行有健康，通行。我甲各位讲，你看无对。本来
要过四万、五万一个月，即马春万八到两万二啦。韩国八万，新加坡七十万、七万，咱是愈行愈退步，安那一直咧挖空嘛，咱的农作物废个那一堆，迄拢唔对啦，啊、嗯。所以呢，其他即款工作哦，我就伫咱日常的时候，我再来说明。啊，你讲卡手钱办法哦，我咱民众卡手钱办，即摆是啥物人卡手办？大众手办，四千名，困得要到两年啊，到今年到明年又有两年呢。啊，即摆是要到2500个，好不容易变买卖是较济啊，所以我就讲，我就讲哦，安尼好啦，我来各处来行啦，来甲各位拜托啦。你更好的人才介绍伊一个就好，免急，即摆2200嘛，一人介绍一个就好嘛，按困难无？有，有无？有。哪边介绍你了解我嘛？要注意哦，十八度。我讲的也十八度呀。我讲的也十八度。啊，对啦。我听啊，话以后要归台湾民政府管吗？无啊，那有。我听啊，要讲。啊！所以咱的老师出去咧上课讲的啊，咱这以后袂使讲，是以后袂使。好啦，你讲的意思，我知影你讲乌金啊嘛，伊讲管的意思，然后，因为乌金啊嘛是上日本天皇，台湾嘛上日本天皇，咱是讲咱要甲乌金啊嘛联合，然后这两个所在联合在一起。啊，袂使问钱的，我上课讲安尼就是安尼，老师在出来，我讲你在上课啊，啊，佫会记，啊，佫记，啊，好。这来个北朝鲜。纠纷吗？北朝鲜，日本跟北朝鲜有没有土地纠纷？我今晚在问，不要问土地纠纷。就无爱讲有啊，我袂使问一下。咱在咱排除的老师比较上课，我大学我对人人人意，看伊就出来讲啊。啊，我少坐啦。你即摆讲的行动咧是？我伊迄是咧上课，以后咧下课，即个调到我来先问，我甲问。你讲要以后你上课袂使问？啊，要几？哎，当领一百五十几万，啊，拿出十多万来支啊，下领210万啊，啊，要啊是好。是讲你要讲，讲你十多万未来，你再来领，还是讲啥？从这个问题出来，就是讲，吼，但你这问题意思啥？十多万来领好，还是十多万来领？我意思说，60岁当领啊，做些啊啦，
无念起的吼，都会破坏咱家己的。话句已经有啊，你搁无想要换的是，会当用恁大家的想法讲嘛。安尼，大林政府吼，会真久会才弄潮，只能求小心吼。为虾米？当初民进党的时阵吼，一开始是政党，但是呢，有哪种有哪样八道人拢来打击。结果国民党的人的时阵，为了选举之嘛，内底违规乱做，破坏民进党形象。不管民众形象，所以咱大民政府的人是各种各种无想的人，甚至无正想的这些人，伊来怪大民政府哦。我讲安尼讲，咱所拍拼就对了，真紧就会互这人甲你拖下就对了。前几日啊，有一个姓关的教授带上大人家里一个家属关的迄落人，伊讲你大民政府你甲看落去，结果现在咱拍了，拍了大民政府的心哦。表达了骗骗骗啊！唔通打电话来后，我这宣传部讲啊，啥物大道面政府拍鬼的时就是骗骗骗。啊，所以伊就纠结啦。我昨昏呢，从家一路来，所有比较主要以后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呢，真好伊的精神哦。所以今仔日，若我无想呢，会当来看面政府哦，只但我是我同赞成，因为伫这个时阵的时候，做一人大家呢。利用民政府哦，要捞财，要骗财，要创啥来？你知影？所以阮苏联听着真艰苦哦。所以南俊强伊咧开放的时阵哦，绝对系受过分，绝对系受过。这个企业民政府袂当随便让乌地开就对啦。何必上？好嘞。南俊强。你想过无？你无要挂机啊？哦，安尼啊，有人要甲你帮忙，要甲你挂机，哪有歹？当然你挂会无着，你接了疫苗。啊，所以我这样是安尼啦吼。即阵甲美国看一下，因美国是变化哦。你若挂美国机，咱的军政府甲民政府变化个啦，拢有美国人偷去甲你。你着注意，有啦吼。但是不真滴啦，不真滴哦，美国去甲你。啊，即疫情前啊，伊着咧知影讲。到底你知影讲美国啊军政府甲民政府会晓即个代志啊？几个？美国其实拢在做了，啊，拢在做，拢在靠。啊，所以即摆问题是讲，我若是安尼，我是想讲，啊，伊要保护我，我问题是啥？我无歹意啦，要保护我，啊，你外是有人搁增加一名，你都无够，你家己想问都歪歪去挂，啊，有人要甲你斗，我无歹。当然啦吼，那这种情形，然后你讲咱的海外还是吼，啊咱的团队嘛吼，会长啊，还是州长嘛，一旦出面去当组织吼，啊，啊，若讲要挂，要挂人，上好是啦，只要你州长，还是团长，还是会长同意，我好挂，安尼可能较好。啊，我来鼓励讲，趁伊想，因为我甲你讲，咱现在是挂出来吼，差不多一半尔，哦，即嘛是咱头家起来做的。啊，你有想问，你无要挂，啊，无想问，我要挂。啊，是我嘛无对啦，然后团长看嘛无对，伊解破坏。啊，即卖现出事，即个网络有啊，真济啊，讲那是诈骗集团啊，骗啊，有无？我已经去用讲一百零两条的罪状安尼。啊，听人讲哦，骂也未死啊，我感觉是愈来愈多，咱不是愈来愈多啦。啊，哪都要相信，咱哪有可能？我即卖一年拢八九十个，高级班拢两百几个，咱无可能扩大，所以。真金啊，真理啊，无你看任何的公平，迄种无你。所以我今日把恁拢讲过嘛，因为恁遮的做头，我拢来讲。咱要骂，外去骂，骂伊差袂多。会记得转型正义，这条政权一定要做到够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希望先到吼。他妈你拢无念路，你啥物官啥物官拢袂介绍，啥物人才去训练啦吼？我即摆是请教讲，像这个海关处的这会当介绍的，海关处是一个专业的物件。我想介绍人去中央啊，介绍。啊，你介绍，这样是介绍人来中央吼，嘛爱互关长同意，迄是关长派人去对啦对啦。关长关长，你以前你了解，啊伊会同意。迄我中央嘛无要甲插，因为你关长咱有一个关系伫遐，就是各州会当几个啊？你袂当讲集中，你关长伫高雄啊，
啊，人所有海关人都用你高雄的人，安尼敢袂使？袂使。好啦，我顶下是咧问吼，哎，你头摆介绍讲吼，若要介绍什么人去受训啦吼，拢爱找什么长、什么长，这头前几个长嘛。我是讲啦，海关处的这个长的吼，介绍我，你就去，你就去看，较是好的人才，我你你哪会使去些什么中央会使接了袂？关键的，关键的，你俩做这款，什么人拢袂得来？是啊，我想关键关键介绍的啦。关键介绍，关键介绍袂出来，你就当面面啊。关键会当面面啊。我顶关。关键为了管理啦，他可以认定啦，哦，会当面面啊。其他人拢袂得去改关键，哎，你讲。哎，你好，哎，我就是先讲嘛，啊，我有看这个资料。我最近有接到一个人来搞电话，伊讲咱镇吼，咱镇即个中央就是咱泉州吼，有人对咱即个民政府的无啊吼，啊来做咧做破坏。我啊民政府吼，迄张新闻上咱袂用起来吼，即有人来亲自甲讲，啊就是讲我希望就讲咱民政府即点无啊吼，是袂当变无啦，因为伊对咱民政府即点无啊，啊讲哦，咱民政府全部拢讲骗人。啊吼，迄条新闻完全拢袂用起来，爱上课爱上课八天啊，吼，啊再交足侪钱安尼啦，吼，这是人亲身甲我见证，我讲无这条代志绝对无可能，嘿，安尼啦，啊所以希望就讲咱的簿啊，哎编号，啊无咱无得无得去查，一定无啊，编号我因为人家很怕的，我有怕的两天了。我也怪呢，我也不怕今晚当我请一个秘书当临时生的，他蛮怕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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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都是证明嘛，这都是证明嘛。到我安尼，我讲实际上到安尼，民政府这么简单，那是这单纯啦。过年前后六年，就到今日，每一个进度也好，是愈做愈优惠。啊，那民政府愈来愈大，啊，这证明民意线你就知影。开始就依靠我到底呢，两千零六年，去拼高雄市长，我解哦，全国也无人知我选市长来要上。无鬼事啦！我讲个，哎，算一个千鬼广告，我拢无人知啦。无啦，我问人，知影我遐讲实在话，知影我有选过市市长，你知无？哦。我你落摆才知影无做成啦，我你算一个知影哩。你知影无一半？啊，就只了无一半，知影我你算市长。我叫黄秘书长。我叫黄秘书长，足厉害啦！我跟你讲，真正啦。我一个出来算了，拢无数啊，拢无爱好这个事出去啊。好啦，这过去了。来，还有问题哦，后面哦，我讲五分钟我认为。还有问题无？咱若摕着这条新闻前吼，啊，若去中国个了，也早讲咱有这新闻吼，咱会出去个。你哪里有知影？你敢不知影？咱底下有几千块？啊，比如讲咱到咱做黄秘书啦吼，啊，准讲。你嘛是来看听啥物啊？啊，你来看听。所以讲，咱有，你讲挂空气的哦，啊，挂空气的来挂咧。啊，伊若讲，那五十块挂掉咧，开始要发现，哪里会发生？发生那个？那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。那目前为止无，你有注意无？中国共产党到今日为止，无对台湾民众做任何的批评。你有注意无？一百五十个去拜建国神社。拢无讲话了，三四个月前，美这个中国的共产党的中央开会，伊讲啥？伊讲民进党互阮消灭啦，但是你嘛起来一个比民进党强十倍的团体，叫做台湾民进党，美国军方伫后边。各位，重点是对，美国军方嘛，伊毋是惊咱，伊是惊后边美国军方啦，咱。台湾民主就是要找别人的军头母，就是美国军头母去争前西啦。美国是咱的特殊啊，伊敢占领啊，好高兴哦、啊！占领安尼啦，第一，袂当叫我去做兵；第二，我甲你来往的时阵做生意，唔免税，唔免交钱。
第三，我唔免买军火。啊，即摆你买军火啦，中华民国买在台湾人，你了钱啊？借钱啊啦？钱够在咧做，即摆先卖讲，你放讲人就听着。对，听老实啦，吼、哦。来，还有问题无？快点。即、这个吼、哦、海参崴 APEC 吼、哦，连前甲西拉瑞两个翕相行做伙啦，爱两个有会谈啦。即摆今仔报纸配甲讲，伫即个年底吼，西拉伊就摕中华民国的人民签证啦，啊有即个。即今仔报纸也最好是报纸吼。嗯，来今日报纸吼，毋是甲写一摆尔。无啦，以前无啦，啊，吴敦义也讲讲遐，啊，咱的旅行证啦吼，你用是多，你讲特别好啊嘛。我来讲嘛。即、这个连战和迄个吴敦义、甲马英九啊，伫伊咧选举的以前就讲中华民国护照免签证有啊。我上无甲伊讲啊，我若伊选举的迄阵若要免签证哦，我头要倒来互大家做伊阿济啊，有啊。有结果有诶免签证无？无嘛，啥物来无？我无甲即个啊做啥？即、这个国安局啊，无批准嘛。啊到今日，我七月份搁再问一摆，会甲批准无？伊讲，阮国安局甲即个司法部，毋是空的，毋是公的啊，绝对袂批准啊！你就是死啊，来讲嘛是共款啊。美国人讲一句话，你听清楚哦。你敢捌看到星星落来？星星落来，捌无？捌。你是谁啊？刘星啊。分方迄个星星啊，你敢看到迄个星星落来？美国的政府是四年换一摆啦，出真正去控制美国的政策是啦，是军方啦。不是总统啦，我发病的。来，还有问题无？最后一个要请教吼，哎，你看有一寡，一寡迄落退休的吼，拢领鞋啊，对吧？拢一个年纪年纪领也不是越做越老吼。啊，即摆是讲这中华民国若倒，啊，咱民政府你嘛是爱阁继续给人领落去。啊，人领啦。那这个退休金啦，退休金啦，这个嘛，这个国外可以，啊，有的较早人做咧，做咧，他们都做咧，哎，今天我请请你，可能要不要啦？咱若之前，咱若之前的时阵啊，现在月退是变退吼，别安怎处理啊？我即马不方便讲，但是你相信我，咱台湾民政府绝对有真好的处理的办法。我即下无爱讲伤济啦，因为我即个党政权以前吼，我爱互迄个反对吼会伤济啦。啊，但是我讲吼，若台湾人有摕咱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，从优啊处理，讲到遮就好。今日多谢各位，谢谢。